上次带大家参观完天玺海的一座 A 楼王单位，今次带大家参观最多数量1401尺130平方四房两个套房设计。好，入到嚟，佢系模拟你嘅升降机，当然天玺海系列就会有私家升降机大堂啦。呢度有你嘅消毒柜 ，OK， 入嚟，哇！新鸿基今次设计呢个示范单位是以一个木材加上玉石二合为一的概念，哇！呢、这个其实个空间感非常足，3.3米层高，呢度外接住就是一个维港海景的露台啊！哇，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装修，很 lady， 很女性化。你看这里这些凹凸出来的，有些像不像拖肥糖啊？我们参观第一个套房，摄影师麻烦你。哇，套间设计这里又好像有一点日系这样的感觉，哇，非常别致。而睡眠区这里当然是全落地玻璃望着维港的景致啦。你看这里梳妆台、双人床、衣架都已经安排上了。Ladies， 带你参观厨房，不过呢道门似唔似太空舱啊？非常别致。一入到嚟，揸紧啦嘅咖啡机、红酒柜、蒸焗炉 ，OK， 哇，最吸我眼球，呢、这个好别致，真系好靓。达达阿玛尼嘅橱柜，哇，无可挑剔啊！新鸿基用上嘅嘢真系呢边揸紧啦嘅，哇，煎牛扒有明火，有电磁炉，专业级嘅抽风机，而呢边亦都有揸紧啦嘅大冰箱，我唔打开啦。呢边有一个工作平台，可以跟客厅做一个南北对流通。非常正哦！呢度有个早餐区位置。如果我是工人的话，我一定会趁男女主人不在屋企，我喺度 high 啲啊！喺客厅嘅隔篱，我哋首先睇下有客位，全大理石设计，非常高贵大气。好，呢度系一间小客房，其实个空间都唔错，全落地玻璃望住内园嘅景观。好，有冇发觉呢个四房单位其实近乎冇走廊，可见新鸿基牛逼。OK， 呢度本身系一个房间嚟嘅，但系新鸿基将佢改成一个又系俾女士嘅天地，一个衣帽间梳妆台。好，双人床、三边落床当然不是问题，全落地玻璃设计，饱览维港海景。OK， 我哋过去望下呢边啦，呢边系个梳妆台位置，亦都有一块镜可以俾女主人扮扮靓。入嚟套间嘅部分，呢、这个系咩颜色啊？摄影师，绿茶色。哦，绿茶色嘅鹅蛋型大浴缸，哇！呢、这个水手盆我好中意，无缝切割，非常别致，再加上呢啲。转唔转得？哇，转得噶，呢啲几得意啊 ！OK， 当然系有窗，明厕设计，干湿分离，哇，真系正！喂，喂，爱马仕包包俾老婆，今日要努力工作啦！呢着1400尺嘅四房户型，其实非常之受市场欢迎。点解？之前已经成交咗42000蚊至50000蚊尺价噶啦。另外，仲有一个买家系一次过买咗四间，上下左右四间啊。OK， 如果大家想知道呢、这个价钱或者发展商的意向，呵呵，我们下期见。